新竹人的北部楼盖见到百六礼拜都黑烟渐烟，不过这次新建造提升几个境界过后，就在讲都看不到烟黑。不过乡公所当日还是会派遣的水产系小土，但为关注浪漫市场的探索，也主动休息参天人业，希望就在讲带开始感染的机会。礼拜两日的北部路街昨日讲看不到烟黑，电道系乡公所前几吹嘅烟，伫路街巷紧地嘅小土，小讲可能为主，唔地自家吹到新冠疫情嘅烟黑起个，甚至乡公所做嘅田，当烟都被排烟起小土，加强来防疫。针对安尼北部路街嘅部分咯，我想就加强来消毒，哦，包含到安尼俩前多好多烟味道嘅位所，哦，老人家会错了嘅位所。哦，社工人啊，吼，也是讲车站吼，还有安尼北部路街点点周边的小土部分，应该做一摆。除了小土之外，北部乡共有浪漫市场，认为系山雕建筑嘅草坪，还购买嘅系彩铁嘅农铁山，即留地内都写了当多嘅银行，许多嘅卖东西，为多方圈市感染，探索也主动提出休息，抢天经验。大家非常配合安尼嘅方式，你系政策。尤其安尼俩北部的市场所有的店家吼，时通时发，哦，一家休息来配合。对乡公所韩国市场嘅防疫措施，蔡天英主动献贴，也强调虽然店门冇做生意，冇钱好赚，不过也同时讲带来找到新冠感染嘅机会。韩国销售早期减价两点问题，对乡亲来讲，大家也很难安心。下个新闻，王文耀新竹报道。